哈喽，今天吃个大油鸡儿，太嫩。我吃个鸡爪。好嘞。慢慢吃，不着急，一点一点。热门看到记得关注啊。这个它应该是没有盖儿，搁冰箱放着就没有盖儿。哎呀，来个蛇皮果吧，微辣和中辣哪好吃？你要是能吃点辣，你就拍中辣呗。手里的这个吗？这个是蛇皮果。中辣也不咋辣保你啊。吃的是什么果子？蛇皮果。给你来一块啊。你瞧这皮好奇。花搁旁边搁那摸它呢，我说你要吃就给他来一块，吃的啥蛇皮果？对，皮也能吃，你吃吃。我只要吃大分就吃大葱蘸酱。哎，我还行，我愿意吃辣椒蘸酱。胖呢？胖搁家呢呗。坐月子呢？坐月子呢？坐月子，你还坐月子？不能光坐月子啊。蛇皮果什么味儿？有点502胶水的味道，酸溜的，幸好酸溜的。吃不上来啥滋味吧，脆脆的，嗯，后边男孩单身，后边男孩不单身，双身，三身，哟，玩的怪坏啊，真的，对，他名儿就叫蛇皮果，
所以它那个表皮有点像蛇皮一样，你知道吧？蛇皮果好吃吗？还可以吧，一般般吧。喜欢小轩看你吃东西，好嘞，你来一口。那俺都等着呢，你不给啊？我的娘！我也给他吃了呗。你想吃就都吃了，给你留一口是吗？这是留一口吗？这是留了个壶。嗯，留个壶。这是别要的。我要它干啥呀？当着夜明珠玩啊？吃不了。行了，你走吧，我吃个羊头。好嘞。羊头不？羊头没有肉哎，真的，这玩意儿都不够你塞牙缝了，就光舌头上一丢丢肉。你说不给他吃吧，他搁那站着眼巴瞅我；你说给他吃吧，人家一两口都没吃，两口没吃掉半个，他那家一口给我干掉大半个，你这受了受不了？咱就是说受了受不了。风干了吧？唯的有点风干了，来个羊头吧，姐妹们。没刷牙。哎呀，你咋知道人家牙刷多干净？来个羊舌头吧，姐妹。来个羊舌头，我给他撕个羊舌头皮。那我给你吃个羊舌头吧。好嘞。这个羊也就一个羊舌头上边有点肉了。俺就喜欢吃这个。快让月月，快让月月来，你下去。俺家没有月月，宝贝儿。月月是谁呀？啊，我们家有我们家有那个啥，有小有小心，有叫小笑笑的，没有叫小月月的。有心心啊。羊头热的才好吃，那这个羊头就是热的。哎呀妈！熬那会儿吧。啊！酸辣粉涨价了，酸辣粉19.9没涨价吧？活动没了。来个大蒜儿，来个大蒜儿，来个大蒜儿插进来，放点小料料，放点小料料，老香了。那羊头就羊舌头上有点肉吗？哎呀，我的乖乖了，哎呀，我的乖乖。再就是这鼻两腮一块儿，两块肉，谁见呀？就第一口他，我没事，我都好几天了，他早都感冒了。你吃的越来越少，都给别人吃了，就是因为自己吃不动才会去找人吃嘛。如果说自己都能吃得动，我就不没必要找人吃了。再说了，我这是人胃，又不是机器的胃，总有吃够吃皮那一天。你那就说实话，你可以骂我两句，但那吃不下就是吃不下了。我就是说啥呢，我能吃那我就多吃两口，我吃不了那朱博上来吃呗。再说俺们也爱吃包子啊，这东西有啥可挑的吗？你闺女都那么大了啊，我儿子也挺大的呢。花儿，你笑啥？花儿，你笑啥？你都啥眼神啊，宝贝？我比轩还大了啊！别瞎说。小霞去哪儿了？回四川了吧？时间长也吃累了，得休息休息。对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有的人他就是说，哎，一整就是说，哎呀，现在主播挣钱飘了，吃饭都雇人吃了，自己都不用吃了。哎呀，也不是自己不用吃吧，自己也得吃。说不好听的，咱以前吃多了，一周也是两回。嗯。现在吃少了，一周还是两回。但你没吃过那么多了。没吃过那么多了、嗯、去厕所的时候还是能整挺多出来。对，都样品，都样品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光炫肘子了啊。来个羊眼珠子，你可以让他坐那，他坐那不好喂，姐妹、嗯、他坐那不太好喂。咱别挑理，宝贝，咱咋样得劲儿咋样来啊。啊，这样得劲儿啊，这样得劲儿啊。坐不下了再坐下就下去了。对，再坐下都下去了，知道吧？因为吃播咱也不是神位，咱就是说有能吃动那天，有吃不动那天，咱就告，咱也不是说现在吃不动了，就是为了那个直播的时候卖货的时候能更有精神头一点，大家一起分享美食。就是说白了，如果我要自己能吃动，咱也不找主播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来这干啥来？就是来吃的啊！不让他吃，欣欣说一天闲死我吧。对。再来个羊脑菇，羊脑子，再抠个羊脑子吃一吃吧。这是你女儿吗？嗯呐，这是我女儿。啊，你来吃妈妈吧，来吃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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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个景，应个景，不要个大脸，28了，贴个大脸叫24的叫。我说让他吃妈妈，我说的那个妈妈跟那个妈妈，她不是一个妈妈。说的也是这个妈妈啊，那叫包包，谢谢。那边都叫妈妈，光掉毛毛的。嗯，咱那边就叫妈妈。
他可真应景，他28了，我的乖乖的，哎，真的，你们这，你九几的？我96的。96多大？96，27。27，周岁28。嗯。他现在已经吃懵了，你跟他说啥他都是。我穿的衣服好看吗？好看。啥色的？你看还得瞅瞅，他妈都没瞅着我衣服是啥色的，问他好看吗？他就说好看。笨蛋。哎。吃啥补点？吃脑补脑补补脑吧。哎，放后边，放后边就行，放后边就行。哎，你问他穿的好看吗？他说好看。然后你问他啥色儿，他得瞅一瞅，姐妹，啥眼神？哎呀，乐意说啥说啥呗。你就是不说不笑不热闹，咱才不跟他一样嘞。咱就是吃吃饭，挣点钱就完事儿了，把咱今天的直播搞好。我本来今天直播的时候我还打算了，我说哎呀，要不我就播一悠就下播吧，就播到个9点多就完事儿了。嗯，我直播之前我还心寻思，我说播一会儿就涨呗，不播吧缺的差点啥事儿，搁家躺着也难受，播吧还光想着下播，知道不？你来根儿吧。拿个电瓶，就是那味儿。嗯嗯，就那味儿。嗯，街边的小味道。你哥哥呢？我哥哥不知道，我问嫂子，我嫂子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俩在一块儿了。啊，嗯，电瓶上啊。直播间有没有每次去夜市门口或者是商超楼底下、啊、都会有卖那个黄金脆皮大炸肠淀粉肠的？有，它没有肉，它里边有肉，但肉含量不多。嗯，但吃起来就是好吃，吃就是外焦里嫩的淀粉肠。嗯，哦，嗯，它里面嫩嫩的，可好吃了。有多少喜欢吃淀粉肠？有。你们夜市卖多少钱一个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这边是3块钱一个，5块钱俩。对。但说实话，咱在外边买淀粉肠干净吗？卫生吗？咱也不知道吧。不知道。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。一根多少克？50克。我让你自己在家体验一下外边淀粉肠的干净。回到家打开外包装，保质期3个月，不是保质期4个月。回到家打开外包装，改个花刀，油锅里煎，油锅里炸，空气炸锅里炸就 OK。对，改个花刀，煎炸。哎呦，这我确实了，煎炸一下是外焦里嫩的。嗯，每个是50克的，线下卖多少钱一个？3块钱一个，5块钱俩。我直播间回到家自己炸，29块就给您发30个。给力。空气炸锅里炸，油锅里煎，油锅里炸都可以。这个淀粉肠巨好吃，它肉它里边有肉吗？有鸡肉，但肉含量不是很高。但这个淀粉肠就是好吃。今天在我直播间，29.9元30根，来所有点关注的再加10根，到手40根。给力！40根淀粉肠29.9元，行不行？行。还有很那个外焦里嫩的那种。对，极好吃，宝们啊！你们在外面买的话，都得3块钱一根，5块钱2根。在咱们家今天。给你们发40根呢，对，50根，嗯，拉合适。妈干啥呀？刚给40根，要50根，我的娘嘞！回到家你自己煎一下，炸一下，干净卫生还方便。45根行吗？行，29.9元45根，可以了。来，收到货东西好过来，好评。今天直播间50根，给力。29.9元50根，今天直播间所有点关注再给您加包烧烤料，行不行？行。29.9元50根淀粉肠再给您加包烧烤料，来，多了不说少了不落，拼好手速，3、2、1上车。对。点进看看，点进购买能拍。